老酒价值可不一般，全城寻找老茅台酒，快找找你家有没有。再次提高收购价格，为筹建陈年老酒馆，增加老酒品类，面向广大市民重点收购老茅台酒、江西各种名酒、老十七大名酒。2012至1995年，3100元至14000元；1994至1979年，15000元至35000元；1978年至1953年，40000元至350000元。老酒挥发难保存，及时变现不吃亏。此次活动由专家免费为市民鉴定，评估不同年代的老酒，年份越久价格越高。我们懂酒爱酒，更渴望将酒文化发扬光大，请把握难得的变现机会，数量越多价格越高。本次活动公平公正公开开展，现场现金收购，诚信经营，不无故压价，只需一个电话，全省各地市均可免费上门服务。时间1月14日至25日，电话13177885888，南昌晚报广告刊登处，南昌市东湖区象山北路376。广大市民请注意，今年买皮草便宜了，中山路150号华润万家2楼海宁皮草工厂大型特卖会持续火爆热销中。因今年特殊原因，工厂大量外贸订单取消，为回笼资金，企业自救，羊毛衫39起，羽绒服99起，双面呢99起，羊毛颗粒199起，皮衣380起，派克服680起，水貂1800起，工厂直销正品保证，羊毛衫39起，羽绒服99起，双面呢99起，羊毛颗粒199起，皮衣380起，派克服680起，水貂1800起。到店接送就是80元，高档羊绒围巾，现场顾客很多，有的在仔细挑选，有的在等着付钱，机会难得，买到就是赚到。地址：南昌中山路150号华润万家2楼海宁皮草工厂店。提报雷动嘎送哈一包单，欢迎准点修管工学生微动方言生活护理栏目提报动嘎。我是阿志，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这样精彩，还写去吧，好家好玩滚地包可能节目心情啊。扎西的滚，今天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滚点？社会小组不把忙，找到美食不上当，鸡蛋嘎送红萝卜，宝宝的服饰真不如，木木高能弄顺蛋，潮流转发不得败。今天是礼拜六啊，各个日子呢就应该要上三好友或者带着屋里人来最近要上加油站，但是如果说那还没想得到哪里去，各位节目再努力。吃什么？这个世纪大难题又来了。其实呢，很多朋友啊都在为每天要吃什么而烦恼，是因为选择太多了吗？但是你们细心发现呢，其实身边的美食一点都不少，而且呢还特别容易被你们忽略，比如说便利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便利店瞧一瞧有哪些被大家忽略的美食。走嘞！比如小广的国一家小小的便利店，这里的恰克用的有2000多款商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好多个便利。进入到便利店呢，第一映入眼帘的就是食物了，而且呢这边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面包种类。那在有家便利店呢，面包啊可以高达50多个品种呢，而且我们都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啊都是非常新鲜的面包。怎么样，光看到这个面包是不是就很馋了呢？那便利店呢一般就是给人提供更多的便利，当然除了面包之外，里面还有更多的美食。走着，今天萌萌就要在这家小小的便利店里教给大家如何解决一日三餐问题。那首先呢，早餐看这里，哇，香喷喷非常饱满的包子就是早餐的选择，当然不是首选了，因为在这里呢还有非常具有江西特色的早餐。哎，我来瞧一瞧，看这里有非常多的汤啊，鸡蛋肉饼汤，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江西人都爱吃的拌粉。你好，可以帮我拌个拌粉吗？可以的。这个也顺便帮我热一下，谢谢。没想到吧，现在这便利店也能加送朋友给你便当了，也有上班族直接到便利店，不管是在店里加还是来不及打包带走，都是好方便的。极具江西风味的早餐现在已配齐，一碗拌粉啊，还有一个汤，我这边选择的是鸡蛋汤啊，哇，已经热好的鸡蛋汤，打开就是满满的鸡蛋肉饼香味。还有这个拌粉打开之后呢，可以自己去拌。在这边的这个店员那儿呢，它会有2种不同的辣椒酱，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配一下。哇，拌一拌粉，这是标配也是顶配哈，一个拌粉加一个瓦罐汤足以了。来尝一口，不输我们家楼下小区阿姨拌的粉呢。
就是很清爽简单的味道，这个早餐我很满意。同款早餐想不想要一起来分享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午餐可以吃什么。都说午餐要吃好，那么关于午餐的选择这里可太多了。从上往下呢看，这边是有三明治，然后这边有饭团，哇哦，还有炒年糕，然后这边有粥，哇，还有各种的米饭，包括还有这个意面，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加热食用的。那他们家的这个米饭种类还是挺多的，哎呀，我应该怎么选呢？这个到我开始纠结的时候了。哎，这个吧，三杯鸡盖浇饭，选好了，走，咱们也拿去热一下。你好，可以帮我热一下吗？好的，谢谢。哇，有没有看到这里还有非常诱人的关东煮？哎呀，今天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加个菜。来，自助吗？来一点，看吃什么？哎，鱼丸可以。啊、哦，海带。除了关东煮之外，有没有看到这里？哇，好香啊！是他们今年的新品热卤，咱们也来一点吧。哇，好大一块！哦，真的很香，拿起来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人流口水。满足了，走去尝一尝味道。像三杯鸡这道菜呢，也不是所有的餐厅都能随意吃到的。瞧，咱们有家便利店呢，也是非常的周到啊，居然有这么硬的好吃的大菜。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家还有牛肉啊、鸡肉啊、鱼香肉丝啊等等，有很多品类可以供大家去选择。我先要来尝尝我点的这一份，菜跟饭是独立分装的。哇，你看它的鸡肉也是非常足的料啊。味道真是不输外面的炒菜，米饭也是那种非常 Q 弹有嚼劲的。这一份我可以吃得非常干净，来尝尝犒劳自己的关东煮。哎呀，好调皮啊，太满足了，看我的午餐是不是非常的丰盛。现在您工作接受完，今早中午没有时间好好的家常饭，在油价随时都有那几天的可口饭来带你，是不是好幸福？忙碌了这么久，一定要有好吃的下午茶来犒劳一下自己，不在乎场地有多么的豪华，只要一个香甜的蛋糕还有热热的咖啡足以。快节奏的生活总是让大家忽略身边的小美好，其实一些小惊喜小美食都在身边，所以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么从有家便利店出来呢，我也顺手带了一下他们家的新品暖心红薯以及奶枣，带给我的同事去尝一尝。走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和大家说再见了，拜拜。收看小厨的栏目就是给你找到好家好玩的地方，当然了，好家不好家，好玩不好玩，只有能吃了才晓得。如果这店没有喜欢的话，有机会你也走一走。好，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喜讯，都市严选喜迎新年，百万豪礼送送送，年末大促活动开始了，豪礼一，30头文山三七，买两斤送一斤，豪礼二，进口西洋参买一斤送半斤，冬虫夏草、印尼燕窝、大连海参原产地直供，品质好价格低。活动地址：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上饶53中大道都市严选宜春赣州等九地市都市严选。中山路150号华润万家二楼海宁皮草工厂大型特卖会，因今年特殊原因，工厂大量外贸订单取消，为回笼资金，企业自救。羊毛衫39起，羽绒服99起，双面泥99起，羊毛颗粒199起，皮衣380起，派克服680起，水貂1800起，到店即送98元高档羊绒围巾。地址：南昌中山路150号华润万家二楼。这里是江西二套，你的都市频道。广告之后，现在继续过去正在播出的《体育报》当中，鸡蛋、红萝卜都是宝宝们经常吃到的东西。今夜我们来喝两样东西，二合为一，宝宝辅食新发药，扎西龙门。
关于做辅食呢，相信宝爸宝妈们都已经绞尽脑汁了，想把所有最好的有营养的东西都添加到宝宝的辅食当中。那么胡萝卜这项蔬菜呢，它的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呢，包括它有很多的功效呢，也是深夺很多宝爸宝妈们的最爱。可是它独特的味道让很多宝宝啊是非常抗拒的。那么胡萝卜应该怎样做的好吃，宝宝可以接受呢？那今天我们也向万姐学习到了一个可以添加胡萝卜的好吃的东西。简单来说，万姐的办法就是把胡萝卜隐藏起来，让宝宝在不知不觉中把胡萝卜吃下去。方法很简单，宝爸宝妈们赶紧学起来。首先把胡萝卜切丁，下锅煮熟备用。接着准备两个鸡蛋，连壳下锅煮熟，接着用吸管给煮熟的鸡蛋表面印下一圈花纹。接着沿纹路把鸡蛋分成两半，蛋黄取出后捣碎，和胡萝卜丁搅拌在一起，重新放在蛋白上，这道辅食就完成了。乍眼看去，你是不是也很难分辨胡萝卜和蛋黄呢？看着这道菜现在已经做好了，哇，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分不清里面到底放的是什么？除了鸡蛋之外呢，蛋黄之外呢，还有东西哦。我们来看一下鼎鼎是否能够吃出来呢？宝贝，这是什么呀？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啊，没关系，我们吃一口就知道了。嗯，哎。是不是吃到了熟悉的味道啊？因为现在小朋友呢，我们每天都会给他做一个鸡蛋吃，然后这个鸡蛋做的方法也有很多。来，水煮蛋曾经也是你的最爱哦。虽然鼎鼎没有说话，但是他一口接一口的表现证明他是喜欢这个食物的。妈妈没有揣摩错吧？还有一块就直接被你给包圆了。好的，那我也来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哇，像水煮蛋呢，本来看上去就非常有食欲啊，而且它整个旁边是这种小花蕊的一个造型。除了鸡蛋本身的香香的味道之外呢，因为里面呢放了胡萝卜，所以胡萝卜的甜香味融合在里面呢，相信小朋友是非常喜欢的。看，吃得不亦乐乎。鸡蛋是小朋友的最爱，也是小朋友们每天都需要补充的营养。把胡萝卜巧妙地放进鸡蛋里，就能解决宝宝不爱吃胡萝卜的难题了。电视机前的宝爸宝妈们也赶紧试试吧。社会发达的小青是鸡蛋的光盖呀，就变得更可爱了。不过鸡蛋黄啊，跟我胡萝卜下的以前真的是特别有创意，宝宝夹起来也是更有心了。不过话真的，跟宝宝弄辅食一定要用心，明白吗？好，休息我们今天的广告，广告好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扎心回来。香润香润香润香茶油，香润。八百里洞庭，长康十一万八千亩绿泰菜籽家园，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家常菜用绿泰。广大市民请注意，今年买皮草便宜了！中山路150号华润万家二楼海宁皮草工厂大型特卖会持续火爆热销中。因今年特殊原因，工厂大量外贸订单取消，为回笼资金，企业自救。羊毛衫39起，羽绒服99起，双面呢99起，羊毛颗粒199起，皮衣380起，派克服680起，水貂1800起，工厂直销正品保证。羊毛衫39起，羽绒服99起，双面呢99起，羊毛颗粒199起，皮衣380起，派克服680起，水貂1800起。到店即送98元高档羊绒围巾。现场顾客很多，有的在仔细挑选，有的在等着付钱。机会难得，买到就是赚到。地址：南昌中山路150号华润万家二楼海宁皮草工厂店。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
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一瓶陈年老酒价值可不一般，全城寻找老茅台酒，快找找你家有没有。再次提高收购价格，为筹建陈年老酒馆，增加老酒品类，面向广大市民重金收购老茅台酒、江西各种名酒、老十七大名酒。2012至1995年3100元至14000元，1994至1979年15000元至35000元，1978年至1953年40000元至350000元。老酒挥发难保存，及时变现不吃亏。此次活动由专家免费为市民鉴定，评估不同年代的老酒，年份越久价格越高。我们懂酒爱酒，更渴望将酒文化发扬光大，请把握难得的变现机会，数量越多价格越高。本次活动公平公正公开开展，现场现金收购，诚信经营，不无故压价，只需一个电话，全省各地市均可免费上门服务。时间1月14日至25日，电话13177885888。南昌晚报广告刊登处，南昌市东湖区象山北路376。君瑶六种坚果666，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更易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君瑶六种坚果，香润香润香润香茶油，香润。这里是江西二套，你的都市频道。广告之后，请再继续过来去正在播这个提报广告。这段时间呢，李彦军要将整个新的服务来了哈。哎呀，不要是李彦军预报啊，还是毛占人呐。所以呢，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根据温度来调整冷穿衣服的节奏啊。春秋衫也可以拉出来，好上次秀一把了。我们的时尚穿搭同样又是请到我们的帆帆，让帆帆把他的时尚理念传递给你们啊。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主题？绿色的主题。我觉得春天来了，其实绿色也是还蛮代表生机的一个颜色，所以今天我就想到了一个我们可以穿一个这种绿色的组合。嗯，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种穿搭就特别像杂志里面走出来的人，就很有杂志风，对不对？特别大牌。嗯，然后我今天给萌萌搭的也是一个同色系的穿搭的感觉，外面呢是一个这种毛呢面料的，但是其实我们在秋冬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一些棉服啊，那些羽绒服，那又穿的会看起来比较臃肿。对。如今讯息发达的生活，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时尚人士的穿搭。以前杂志里令人挪不开眼的穿着，已经可以满足爱美人士的日常。像这样的女子西装上身更加个性和冷峻，特别是宽松的版型，诠释了那句“人在衣中晃，越晃越时尚”。在颜色上的搭配，最简单也最舒服的方式就是找到同色搭配法。外套有绿色元素的前提下，搭配绿色的内搭，提升层次感。早春的季节其实这样穿是完全是 OK 的，然后呢里面呢给它做了一个这样的同色系的一个这种的小开衫穿在里面，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叠穿。然后我今天就是把这条超级，那之前也有说过今年超流行的开叉裤给萌萌穿上了。是的，这条裤子真的谁穿谁知道，谁穿谁瘦，真的是穿上真的是1.8米的大长腿的那种感觉。没错，今年很流行这种就是外套里面去叠穿开衫的一个穿法，这样的穿法呢也会让你别人会觉得你还蛮会穿的，因为你有层次，会有那种层次，会比你单独去穿一个这种毛衣高领毛衣在里面就很死板那样子很单调，但是这样子这样叠穿又有颜色上面呢，就会从里面就是一慢慢这样子有很一这种层次的过渡的感觉，也会让别人觉得你真的蛮会穿，是有点品味的人哦，会蛮会穿。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妈妈也不会再嫌弃你穿的因为要风度而不要温度了，对对对，你看我这层层叠叠的又好看又保暖。 对， 对， 对。然后呢这还有一个小 tips 想告诉，就是比如说你身高不是很高的话，穿这种里面是穿这种衣服，其实会比你穿整件的那种是要显高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这种开扣的衣服我们可以不要去系它下面两个扣子哦，你把扣子系在你的高腰线的位置上面，然后从这里看你下面都是腿。哇，然后这个学到了。然后呢这两片打开以后它又可以帮你去挡胯。
就是你这边如果有一点肉肉什么的，它这两边打开就可以把你挡垮，然后腰线你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这种穿开衫的方法是会绝对比你穿一整件的一件单独的那种是很有小心机的在里面。这个一定要敲重点哈，这个笔记要做好，就是以后穿开衫的话，下面的扣子都不要了。 对，下面一定要把它做一个这样子的 V 字的一个这样子的 做法，就真的会很小心机，别人看不出来你哪里有变化，但是你就是潜移默化的把自己的腰线给提高了，又挡住了自己的胯。妈妈看到会不会说，哎，衣服给我穿好再出门出去后再默默的打开它。其实这套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属于时尚度也很高，然后真的很保暖，我现在在这已经快要流汗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凉爽一点的吧，翻翻身上这一套。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出了一套这种比较会更春季一点的这种穿搭，然后呢这个是一个两件套的西服，也延续了今年超级流行的这个款式。今年超多，你可以看很多韩剧里面超多女主就会去穿这种两件的这种，它其实是会有我觉得是偏男性风一点的感觉，中性的，对，中性的感觉。但是现在这两年的时髦呢其实是越来越流行这种无性别穿搭，没有明显的界限是男装或者女装的那种，那女生也可以穿得越来越帅气，越来越用衣服去表达自己的态度。对，嗯，然后呢下面我就搭了一个这样子的阔腿一点的裤子，然后整体呢跟它有一个呼应，这种帅气一点的感觉，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种渔夫的穿搭对，就是把它塞在靴子里面形成一个这样的有一个灯笼的这种感觉。嗯嗯，你看整个也是非常的松弛，对对对，然后看出来了有这种大女人的这种雷厉风行的感觉在里面，有自己的态度啊。对，然后这一套的话其实如果说像现在的季节有点冷的话也是可以在外面加一个大衣。 对，现在他们也很流行，就是如果你像你这两天你不是说冬天就不能穿，你还可以往外再加一个厚的大衣。今年的时尚已经不再是要风度不要温度了，掌握好颜色和层次的搭配，你就是最时尚的。不需要做那个龙保养，我真的小舒服。当然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早晚有温差，根据温度来调节啊。毕竟现在还是冷的嘛。电视机前不晓得有没有喜欢加凉色的朋友的，你们平时喜欢加乱用的凉色的，我们都市风行给亲家就告诉你，水果蔬菜也可以当凉色加。不相信呢，查起来关我们节目。都市放心购，放心就够了。春节将至啊，眼下年味是越来越浓了，相信大家都已经早早的就开始囤起了各色各样的年货单品。那市面上的休闲零食是数不胜数啊，相信大家已经是囤了不少了，像糖果呀、饼干啊、坚果啊，实在是太多了。那大家想过蔬菜水果也能够当零食吗？哎，这水果蔬菜还真的能够当零食吃。今天呢，淑华就要给大家来推荐几款这个冻干果蔬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果蔬类食品不都是赶着新鲜吃吗？当零食吃不会坏了吗？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冻干果蔬脆它的这个原理呢，是通过食品冷冻干燥机来让鲜果在这个低温的环境下呢，变得里面的水分啊冻结成固体的冰，然后呢在真空的环境下使得固态的冰直接变成气态抽离出来，从而得到干燥的好的蔬果脆。所以呢，果蔬也是可以当零食吃的。为什么今天推荐爱年味的果蔬脆呢？因为爱年味的这个果蔬脆啊，真的是非常的纯正，它呢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或者是其他的添加剂。比如说呢，我手中的这款叫做冻干菠萝蜜脆，它呢里面就只有菠萝蜜。我们再看看其他几种口味包装的，这个呢是冻干秋葵脆，还有香蕉脆、香菇脆，还有这个黄桃脆。嗯，怎么样，咱们这些呢里面的配料表上都写了哈，仅仅只有它这种水果或者蔬菜这一个成分。我们先来打开一袋给大家来品尝一下，看看这些口味到底怎么样。先来尝尝这个香蕉脆吧。嗯，入口几秒钟之后呢，嘴巴里的这个香蕉味就非常浓郁了，而且吃起来呢也非常的健康哈、啊、
告诉大家一招，你可以拿个碗啊，装一点这个冻干果蔬脆，然后呢倒上一些酸奶，然后酸奶和这果蔬脆一起来吃，风味十分的独特，吃起来非常的好吃。怎么样，营养健康又好吃，各种味道都有，总有一款可以打中你的味蕾。水果和蔬菜也能够当零食吃，您是不是也想体验一下呢？喜欢吃零食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都市放心购，那么这几款冻干果蔬脆呢就已经在我们的放心商城来售卖了。另外呢，在这儿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团长和优质的供应商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心脑健康公益时刻，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在中国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2.9亿，血液粘稠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引发头晕头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预防血栓，你我携手立即清血，净化血液，多运动，心好脑好精神好。今天您清血了吗？哎，堵了堵了，这茶壶堵了还不要紧，如果得了三高血粘稠，哎呀，就怕堵了心和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液粘稠均属红血范畴，红血不清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清血八味片传承300年清血古方，精选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三药合一，清红血。您看准了，清血八味片，专利药，专药清红血，祝您红血清，身体好。蒙奇清血八味片，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的，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牛，后来呀，跳舞、打球也突出，牛。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哎，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舒筋健腰丸。是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山润山润山润山茶油，山润和他共度一生是35万个小时，说出我爱你用了240天，牵他的手犹豫了30秒，而遇见他只需要一个刚刚好的机会。江西二套大型婚恋服务平台都市放心爱，在这里遇见美好爱情，愿意跟我一起携手，一起走下去。优质青年嘉宾，专业婚恋服务，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寻找自己的缘分吧。信息真实，安全可靠，都是比较真诚，然后大家都是本着一个找对象的心来的。高效互动，轻松交友，因为很紧张就很尴尬，现在其实玩得蛮好。江西二套联袂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各大企事业单位，为青春加油，让爱情发生。关注都市情缘微信公众号，或拨打0791-8831-6800，个人或单位均可报名。节目最后还是要感谢我们都市频道全力打造的开心活动全程全麦，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亚旭还有一个小麦台人邱鑫杀鸡行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把再见了，我的是每年5点半准点奉献的体育广告，明天5点半老师干说的广西有道开心快乐好地方，明天再见，拜拜。我是刘大厨，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冬季大家最爱吃的一个南昌的家常烧菜，叫咸鱼烧肉啊。红烧肉可能大家平时做红烧肉了啊，可能会做的味道比较回甜，但是烧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呢，大家不要放那么甜啊。